但是很多小朋友都喜欢托马斯这个人物吧，他的原型有一辆蒸汽火车，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小伙伴对火车的玩具啊，那是相当的痴迷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带来一款列车超人，它可是号称国火之光的列车超人黑曜。全身黑红的配色非常符合黑曜的特点，细节方面无可挑剔，主要是他的全身黑红配色太帅了。这时有很多问题的小明又要问了，这么帅的一款列车超人，他变形之后是什么样呢？讲句老实话，我也没见过。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吧，黑曜变形。变形完成，老式的烟囱和车头全身都是黑色的，并且车厢也完全还原了。怎么样，帅和酷，你们选一个吧。这个列车超人有没有达到你们心中的满意度呢？我是觉得相当不错了，渴望性也相当的高。那么最后就到你们了，你们愿意给这款黑曜列车超人打几分呢？